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消防队长面包碎，今天来玩 Firefighting Simulator 的 Squad。 这个游戏我已经开始玩了差不多一些时间，所以后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的。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请按多一点赞，希望我有超过20个赞。OK 啦，我们开始吧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虽然一片黑黑的情况。哦，来啦，我们的车，呼，老威，来给我们看一下外面。哦，不是我家车，原来，哈哈哈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马来西亚的驾驶方向盒是我这边的，可是现在是另外一边，有点不习惯。哦，火在前面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很多烟。OK， 我们快要到了，也不错嘛，看起来。哇，那个已经放梯子了，喂，转过去，park好位置，我们就要下了，快快快，好慢啊你们。OK， 我们到了。这个游戏看起来真的很漂亮一下耶，还有这个游戏是支持多人游戏的，好像是可以四个人一起线上游戏一起玩呢、啊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下载玩来玩一下的，还是购买这个游戏。OK， 出来了，我们的人终于出来了，我们要去赶快去救火了。OK， 有人困在里面，我们要去救啊 ，Let's go baby。第一关它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沼气来的。OK， 来拿这个什么叉子。然后插进去，然后打开，嘎嚓嘎嘣，看起来那个门自动开了。来，我们来搬人了。在死之前他不是在晕倒之前他还玩电话。OK， 来，我们搬他出去。感觉上后我好像那个美国队长这样，哎呀，看不到脸的这个人，还不要给我们看脸哦，好像很害羞这样啊这个人。哦，会讲话，到处都是烟了。来。丢你去这个床上，然后你就乖乖的睡觉了。来，丢你一二三，嘿 ，OK， 来走，我们去救火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哎，重头戏来了。OK， 我们跪坐下来，这样慢慢灭火。感觉上很亮啊、哦，那个火，我看不到。哎呀，那个火，太靠近了。滚远一点，你们，那臭火，咻咻。我、哦、那个火很真实一下，看起来。哇，不错，这个游戏多人一起玩的时候，应该是很多沙沙的东西会发生的。那个水好像有点小哦，看起来好像在小便这样。来，我们这样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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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，看一下会灭，好像那个火不会下了。哎，这么后面哦，后面还有一个人哦，我们灭到不够快，他来帮我们，抽鸡蛋你们，不要欺负我这个新手哎，虽然我是你们的队长，来快点灭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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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屋顶上面也有哦，这个不管我是那个树来的。好像上面的火比较危险这样的。哇、哦，你过来喷下你，喂，是喷不到的。好顽皮哦，我们这个消防员。啊，喷了、啊、喷了、啊、喷了、啊。人那火那个水啊，是真的有点小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知道巧门了、啊，知道怎么样灭了，看起来很容易这样。唯一的弱点就是我手按到很累，现在，真的很累。哦哦哦，哇，上面还有 ，what the？ 吓死人了，这个，耶、yeah, ，完了，耶、yeah! ！以下的时间，后开始任务后简报，简报哎，哦，欢迎来到 Firefighting Simulator 的 Squad， 他、啊、欢迎名我暂时还不知道，我们就叫他灭火还是消防模拟器，OK， 来了，来到大地图了。目前他好像只有一个任务罢了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训练场，没有错，我们就是来这个了。家庭手工 ，OK 咯，开始吧。这个加入就是你们可以一起线上玩了、啊。这个，如果你们有朋友的话，你们可以一起玩了、啊。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罢了。OK， 我们的最靓仔的人就在这边了，就是我。OK， 目前他还可以选消防车的，可是我只有一家，所以我们只用一个了，就是 Roseanne。宝耶 TP3 哈哈哈哈。哦哦，我们有的驾车现在。哦哦哦哦，可以开什么 ?OK, 我一定要开这个 BeepBeepBeep。没有 BeepBeepBeep, 那也是我们的消防车。多远哇，那么远啊 ,4500 公车、啊。来 BeepBeep。哦哦哦哦 ,Yes, 不错嘛。来超他车。呜只是变成一个赛车游戏啊 ,Oh my god! 哈哈哈哈。我们要快过他们，好像没有时间限制，是不是 ？OK， 跑吧了啊，还不错嘛，那种车会停在旁边的，给我们过。
哇，这个游戏看起来也是一个好像那种什么，开放世界 open world 的游戏这样，可以到处在外面驾车，虽然你只可以接任务的时候才可以驾车了。哦哦哦哦，差点撞车，收鸡蛋。喂，哦鬼，我们走错路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位驾车驾得太开心了，跑直路。你们让开全部车，让开，咻咻。走错路啊！那个地图还是有点不习惯看哈，所以后我一直注意那个马路罢了。来，我们去追回我们的朋友的车，终于看到我们的朋友的车尾灯了，我们要追到他了。好像网赛车游戏现在，哎呀，看来追不到了，还有一个公里罢了。哎呀，时间快速驾驶时间已过，来超哈车，哇！哦，看到黑烟了，黑烟在前面。Let's go, let's go! 面包队长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哦哦哦，跑很快啊，在这个市区。OK， 到了到了。OK， 转弯。哦，这个是我的位置。哎呀哎呀哎呀 ！OK， 哎，还没有拍好。不可以咩？这样挑着什么？喂，走开啊那个人！喂喂，撞你的！哎，撞不到啊，是铁来的哦！哇，够力！OK， 下车。啊，我们要切电了，现在要把那个火一直叭叭叭叭叭叭，那就呼，好多火了。OK， 我们应该是要敲烂门了，他锁了门。哎，没有办法，还要我们弄烂房间，当然是我们要弄烂他的嘛，是不是？你队长允许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叫我的马仔去敲门。这个当然是交给我的嘛。吼吼吼吼吼吼吼，去，快点敲烂门。我们在外面这样喷一下，哇、哦，那个玻璃不会烂的，我这种高压。喷水的会这样，哦，哇，好暗啊，要开灯了。这个没有问题，叫我们的马仔过去这边。去拿水呀，你们回来呀，你。等一下我们去安排一下我们的工人要做什么先。要不然全部傻傻站在那边。首先我们把它连接完这种东西先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叫我们的工人去弄了。OK， 二号去拿这个。OK， 一号、二号跟着我来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那个三号不要理他了。给他预备在那边先，来，我们蹲着进去，太多烟了。一号过来这边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哦，危险了，会爆炸。OK， 来，我们开门，我们走这边。哦，这边没有东西，用手电筒啊，已经有了。开门，这边也是没有。我们要切断那个电源呢。哦哦哦哦，什么来的？哇，臭鸡蛋，那么多火，吓到我。哇，有人在里面。哪里啊？哦，这边有电。电源在哪里啊 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，烧到自己啊 ！Right！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也是扣命啊，臭鸡蛋！我们电源在哪里啊？我们去切断线呢。哦，这边有人啊，我们叫我们的三号过来救人。这边呢，我们开门。那边我们不要理他先。好像我们最重要找那个电源在哪里现在。哦，那切断了，在这边 ，OK， 切断了，应该是 OK 的了。现在我们来灭火了 ，OK， 人员走了，现在我们开始灭火了。我们的那个两个人呢，叫其中一个人过来这边，跟我一起灭火。这边比较重要，看起来。哦，两个人，喂，不要顶着我，臭鸡蛋你，可以进去了吗？哦，还是不可以，臭鸡蛋。哇，这边的火很难灭啊。Oh my god， 那个水好像真水一样啊。OK， 可以进来了。哎呀，还不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一点点，可以一点点。OK，OK，Yes，、okay, okay, 可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Yeah， 终于进来了我们。零啊，零是他的家。如果你们着火的时候，请不要叫我来呀、啊，你们家一定变成水上乐园的了。哇，那种家变成炭了，我现在真的好像黑炭。哇，够力够力够力！多人游戏不懂有什么好像特别的任务嘞？如果有的话，还是有时间限制。如果时间烧完了后，就完了那个家，整个倒下来。这边又没有奖。OK， 进来吧你。过来一点，等下烧到你自己。哇，那个电视不会烂哦，烧到厉害！我要买这个电视的牌子啊！来了来了，全部到了，喷灭吧你们！他做多人游戏是正确的，很好玩，的确是。耶、yeah, ，完了，耶嘿，来走，退场了。我们看下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拿，拿不到。耶、yeah, ，任务完成。虽然这个游戏有点卡这样，因为我显示卡也不是很好的，其实。就中等中等。
哇哇哇，那个脚不见了，那个地板，呜呜呜，耶，有很多 achievement， 我们哦，我们升级了啊，耶，不错嘛，来又拿到很多 achievement， 来，我们继续，哦，来了，又一个新的货，哦，这个哦，仓也不知道，严阵以待，也好像是这个字。OK， 来，这是同一样东西，嗯，还是一样的车，来开始吧。哎哎，又驾车了，驾车是好玩的，可是那个目的地有点太远了，不能每个公里放一个消防局呗，这样子很靠近哎，我们。坐我们的前面的车也是第一个跑，哦，看到烟了，好远哦，那个烟抽鸡蛋，不要每次着火在四个公里耶，给我们一个静静的在个壁耶。喂，前面的朋友，走走，滚滚滚，啊，要闯大了。哎呀，撞到了，自己他俩自己撞自己人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要跟着他的屁股。现在史上最乱来的消防局，嗯，看来我们要救人了，有人下落不明，等我们到了先后才简报给我们呢。不懂有没有晚上的情景耶？这个如果有晚上的话，应该很刺激下的也是。哎，我们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，哦哦，超鸡蛋呢，差点停下来，好惨，那个车不会坏了，耶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停下我们的步步卡。嘿 ，OK， 到了。嗯，好像没有火这样啊，只是烟罢了。哦，有啊有啊，看到了。哎，那个烟停了啊，没有火了是不是 ？OK， 全部连了。来，我们准备走吧。哎，那个脚在哪里啊？哦，找到了。看起来好像没有火这样啊。OK， 我们用梯子上去。哎，这边过道。嗯？哦，这个要用梯子。Oh my god！ 你看那个线。杀了那个游戏，来打爆他！哦，有人哦，叫我们的人来救。那个游戏杀了，你看那个线，走吧，我们进去灭火了。哎哎哎，不要放下，不要放下。OK， 过窗口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 ，Let's go。哎，这边又有人了，叫二号过来救人。哎哎哎，没有水的，为什么没有水的？我去检查一下那个水啊。OK， 有水啊。那个我不懂做什么，他们没有水。不懂是不是因为那个线太乱了。OK，Yes，、okay, 你来了，来了，喷水了，终于可以喷水了。仙女浇花，飘飘飘飘飘。哎，这边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跪下来呀。我们要开灯了，有点暗了，太多烟了。来来来，下来下来，各位。哇，老喂，恐怖。哇，好多水啊，又好多火啊。不要淋我，你们。喂喂喂喂，不要淋我。哎呀，什么东西跌下来，不要吓我，这个游戏不是鬼游戏。应该是没有人了，可是他那边又讲还有人，厨房里面有人，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死了，张大火。哦，这边哦，火火火，好多火啊啊，淋我，射我，淋埋我，淋埋我，那个火。那个水快点淋，也是淋我，很危险这边。哇，真的太夸张了，这个火好像整间屋子都在烧哎，不是开玩笑这个。咦，上面上面上面，火海火海，上面是火海的。咦 ，Oh my god， 那个是火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控制了。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就很恐怖了。哇，说实话，听那个火的声音就恐怖了，好像随时感觉上那个屋子要倒下来了。哎哎，要我灭了！哇，好多线啊，这边安全的肯定，那么多线。来，他射那边，我们射这边。还有没有水啊？好像没有水啊。哦呦哦，看一下过来这个二号，二号不懂有没有水？好像不见了我们的二号，不要理他。哦，二号来了。Oh my god， 那个火。2000 years later。不懂那个人死了没有这样久了。哦，在哪里？在这边。哦哟，吓死了那个声音。喂，鸡蛋糕，来走啊，跟着走，来吧。哎，过来，笨蛋。啊啊，跟着了，跟着了，来走吧。还会蹲着哦，会哦。哇，不错嘛。哎，门口在哪里啊？告诉我一下你家。哦，哇，这边还有火。你待在这边一下。哦，可以开窗，可以叫他直接爬墙过去。哦，不可以了。哦，目标完成。呀，抽鸡蛋这个门，我要从上面爬过去了。你停着，我的斧头哎，我在这边。走，我们去大门破坏大门了。哇 ，My God， 那个线。来吧。
嗨呀，嗨呀，哎呀，打不烂，哎，打不烂了，再来，敲坏他，张老鸭这个家，嗯 ，OK， 可不可以过了你？来来来，跟我来 ，Come on， 贝贝，你的家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充满的血的，OK， 来吧，在这边，江海英来这边就好了，搞定，耶，完成了我们的任务。不是灭完鸟火，灭中还有盐的，应该是那种好像黑炭的木那样，慢慢的烧。然后我们准备集翼在那边烤了，刚刚好那个温度，不会太热，不会太冷，不会太热是假的。哎，我们又升级了。好了，在这个充满热烈的火的借机之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多多按个赞，还有订阅，还有那个小铃铛哦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